星球之光最后一闪 ,ADGL 战五局送走 OMG, 大伙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第四局、第五局小奶油送温暖。然而真正热血、真正有节目效果的是第三局，乌兹的维恩、OMG 的请神 SKT,EDG 的经典被血脉压制，各种要素拉满，值得再回看一波。贾克斯直接选，让乌兹下路扛单。第二排第四个，这不选贾克斯吗？没问题。选武器半波比半回伤点，刚那个大没准，大树什么东西啊？哎，这波比放出来了呀！三选绝对选啊！这为什么不选？压强网维恩。对啊。那这把有波比加瑞尔吗？有维恩。这个波比是肯定选的。哎，瑞尔打野吗？瑞尔打野。我觉得真的要维恩。他不选维恩选什么呢？那还真可以烦啊！打卡莎和洛凡都是优势。哎，这把红眼睛真来了。到说。希维尔吧，这把下路工具人啊，希维尔吧，希维尔好一点，希维尔配合打团好一点的，有贾克斯，不需要这么多盒，这把来了呀，烦，爽的，我跟你说了，绝对是，哇，没有人比我更懂 EDG， 我跟你说了，绝对是这个，你怎么那么激动啊？你是 UJ 的老粉吗？我想看啊，想看，来了吧，眼镜，哇，收眼镜，哇。场下这么多红眼镜儿，这左边洛瑞尔波比，他这个怎么玩啊？到底波比跟瑞尔还有洛打团，这样限制力有点大。哎，确实，先相信。这局如果是希维尔的话，打团他死不了。但维恩的话是有被秒的风险的，这把维恩只能打优势局。这把红眼镜儿好爽，左边四头猪，永恩算小猪，这把烧眼镜要玩闷。对，哎，把他给抬起来了。那交闪个吧，好伤啊！这一下爆炸了，这波不应该啊，不知这被抬被洛抬起来很伤啊，威恩正常是应该不会被不可能被抬起来的，太难打了呀！就你们考虑的优势谁都会打，但是要考虑到劣势的时候怎么办？哦，哎，这个有机会杀吗？相当于这个位置交闪死了呀！哎，链子坏了，直接开进吗？但是这个意外是啊，我没想到。对，失误了。交闪肯往左边闪也不会死，感觉有点问题。这不可能死。这波小奶油有点梦游啊，这波是必不可能死的。下路打起来，哎，没挂的墙上，哎，要找到双杀，哎，都要死啦，要爆炸了。没过没闪现 ，OMG 下路交闪 ，EDG 下路，你这么开心干嘛？哦，不是，因为。你这么开心干嘛？不是因为双烧了呀。喂，没办法，烧眼镜儿这英雄前期打起来太弱了。乌兹迷了呀！你看我开局怎么说的？这首维恩，如果是希维尔的话，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来了，杰杰过来盯一下。这波三维他打起来不好说啊！哎，看到队友了。赵宇杰没被看到，马梅梅漂亮，带走，你的彩蛋不真，要送这波。而且阿 K 要被逼闪，感觉阿 K 要被逼闪了，阿 K 必须被标这个闪。A 波没闪的，哇，被击中了，打回来吗？来一双，不是吗？哇，烧眼镜！阿乐奈斯喊的巨大声，因为在上路没事情干，全在看。对，杰杰立天功，这波反蹲。赵宇杰顶级，这波世界级的打野赵宇杰摇起来了，杰杰回来了，回来了，全回来了。不是你们哪边打野你都这么开心啊？因为这个是纯闪，我是串子，我跟你说，我是谁赢谁是我输的，你知道吗？我是串子，我这波全打回来了呀。这波说实话跟乌兹关系也不是很大，换其他 AD 来也是一样的效果。哎，你们真别乱听啊！这个真跟维恩关系不大。哎呦，杰杰怎么能这么帅呀、啊？纯醒了这。那这个时候 ，OMG 下路要红了呀，兄弟。都该双杀完对面，又都被无敌了。打回来了，全打回来了。下路大优势了呀，优势了呀。这个先锋只能放啊 ，MMG 自己家波比没状态，没回家的吧？要硬来吗？波比有大，想把杰杰东走。哎呦，杰杰这都能撑到。阿 K 打的钩子他都能撑到了，哇，打的妖姬不伤拿到这个先锋，这里先锋 A 撑，哇，这个惩戒也撑到了，哇，阿 K 啊，这帮别人打屁股不是吗？哎，七点了，我操，这状态太顶了，哎，这状态如果把这个状态
坐稳亚运首发没有问题，真的回来了，世界地打也回来了，姐姐太爽了呀 EDG 前期怎么说，峰峰中路推波线再把先锋往下一放结束了，怎么说现在欧麦基说实话他们看了自己那几张英雄的脸全体要急了，对，要急昏，而且眼镜要昏来喽！我再赶，我再赶，我来放了，我到了。霍霍直接给无知吃，你说肯定给无知吃啊？先锋吗？对啊，你吃，我回去了。无知出电刀，霍霍都不用出了，但是不出电刀的妖姬还是要把杜城让给 ADC 吃吗？霍霍，我的发，我都哭了啊！什么情况，霍哥？这赢了回去改 ID， 我有功，有功。这先锋放完有功了啊！玩个中单跑下来，放先锋就走了，太想立功了，立功了，夫妇。牛哥过到路啊，配合辅助大招，我有帅，这波配合。乌兹又往前滚了，乌兹海再拉出来，乌兹 A 三下一波就没血了呀。哎，都回来了，有内位了，这配合。怎么说 ？Oh my G， 现在可以申请一下暂停。跟裁判说一下，裁判没开空调吗？下塔要他们的几张屌脸，说实话，后面全是维恩的玩具，而且维恩发育巨好，这把对，全都是烧玩具。物资要飞了，这把要起飞了，六模块起飞。哎，但我觉得左边阵容打右边阵容其实是有真的有机会，因为波比有点扣走，克有点。这绝对无罪啊！后队斩杀线了，直接右边五个位移啊。优势有点大，二先锋马上刷，直接先拿龙，再拿先锋，先把龙给乱掉，先抓龙，先抓龙，闪现大绝版，抢到了，五只还在滑，五只，五只，阿布还飞进来了，阿布，阿布飞进来还是把五只秒了，没事没事没事，韦恩死完队友能收割，阿布佛哥有点肿，正面三。正面阿乐也杀一只，闪坤有闪，被扣回来了，亚乐闪就出来了，我全去 all in 物资，感觉副作用啊，这样玩已经领先五 k 经济了，龙虽然丢了，但是大赚特赚，但是无所谓，他们觉得把物资杀了就来，反正只针对物资。经济今天输了的话，他们好像打不了毛毛村。他们是确定打不了毛毛村，直接淘汰。现在 Oh my G 只能发育换资源，看看 A R E 给不给机会。没机会了，正面高地都要被推，加给了，高地也可以上，三个人在上路漏了，假如三有 T 可以随意上，直接勾到，大招直接秒，直接秒，五子还在往前走，五子开始骑摩托了，五子，五子骑摩托骑死一个没问题，五子，五子，你在有啥？上的时候，五子谁躲？五子还有没有？跑不了，哎呦，你干嘛？我现在拿不了，没上头，差不多了，没了呀，真没了，没了，七千经济了。有一说一，看了两把，感觉永恩这英雄是纯陷阱，看了一把，公平的评价，三期的波比熟练度真不高。欧麦基开始提速了，这个才是熟悉的欧麦基。怎么说，五人抱一起准备提速，双招，怕被开，先在后面看，不着急，后面都有。都没线了，都没线，要不要打一架？自己经济优势非常大。我也是想断线，他们是想断一个明线。啊、我们在装什么啊？我们这慢慢打，直接干，直接不说，干完了。哎，没飞两个，三个，给我当四个，哎，这么完就完了，说是完。来闪现开，结果什么？三个啊！我们王者是出错来了吗？啊！没闪，有点没闪，有点倒了。啊！在干嘛？欧麦基打了一波几乎完美的团战。啊！草率的一波奇迹团啊！唯一能赢的方式，奇迹团给他们打出来了，又是欧麦基。这欧麦基春季赛就有这种表现。哎呦，这就是欧麦基呀！华瑞啊，华仔四个，然后落在台四个，打毛没得打，领先六七千的团战被打了个零换四。这个位置老子他妈见过，很熟悉，领先巨大，然后被别人中路一波奇迹团，巨他妈熟悉，而且还就是中路，中路落 EDG， 完美团，洛加瑞尔。洛加发条，不好的回忆。又是洛吗？
吗？又是中路吗？又是中路吗？瑞尔大了吗？肯定是这边靠的，肯定是这边靠的，直接转大了，所以没有打。EDG 也是有所提防的，这个必须要。对于你们的准备，你们小心啊！被开到飞机。我们今天起来都看能不能走，太好了，只剩下 iPhone 又吃了一个 Q 技能，这里没有技能，这一波已经其实已经想在这个时间段完成了一个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团战。刚刚的胜率我觉得是9-1开，这波打完以后至少被拉回来了，感觉有点两成到三成，能不能守住右边的门牙？一定继续想办法撑住，再一个黄子挑飞，由 iPhone 被圣诞队长挑起来，还是没有办法击败这个强大的敌人。在这场比赛在前25分钟打的都是碾压 SKT 的，唯独就是最后中路两波的心态的失误，我觉得关键就是中路那波团队。这个位置老子他妈见过，很熟悉，洛加发条，不好的回忆。又是洛吗？看看这波团领先快10000，瑞尔闪现华烧斩，华铲到三只的西四只，永恩大四只，洛台四只，玩个毛毛虫，只有维恩一个人躲掉了，跟 S7 EDG 生死战打 SKT 大把10000狙击大把一模一样，只有 ADC 扭掉了对面的开团，完美团战。 Oh my god， 喂哟，杀死 K， 我惊盖，那是惊盖，别激动，你别激动，要教练脸都在用力，兄弟脸都颤抖了，这波教练激动是正常的，因为确实疯狂，这波团团战还不好说了，已经甚至电优了，麦麦姬又觉得有了吗？中路二他还要推吗？欧麦姬还想推，阿铁出来先晕一下给压力，杰杰有大招的甩了，是不是甩得太早了呢？命凡坏了，洛凡总开大招，有人进来，有人要后悔，有人肯定后悔了。如果小奶油，我觉得大攻区，然后被 U 在，但是 U 在闪现没了呀，这不？我觉得 WG 来说，对 WG 来说 ，WG 肯定赚了，因为经济已经反超了。OK。EDG 想碰一波大龙，永恩直接踢中路了，他打得很快，打得好快，打得好快，想直接打呀，但是我的波比有大的情况，他们这样打是帮别人打红的，没有大我砸到处理了，龙耀被接手，龙耀被接盘了，不过杰杰有闪现，杰杰还有闪，美国已经没血了，杰杰在被找，波比在被血了，杰杰下路还没有抢到，而且赶到飞的去把他的先切了，维恩怎么办？维恩被永恩打到了。德一花加个四，要看加个四，但是跑到了，但是输出不了了呀！今天下来了，还下来了！哇！哎，你们没过来，你们超了！大哥 ，UDI 被打了 ，UDI 被永恩打了，瑞昂打上 ，UDI 在原地等复活，兄弟们，这么说？下方吗？下方吗？你在什么？等一下，乌兹，乌兹，啊，还没死。啊！你本来想下方啊？啊！拿完了。好看，要结束，杀了很多兵。哎呀，想拉大龙啊，又扎堆了。每次打架被拿一坨怎么赢啊 ？Oh my god， 韧性太强了，落后7000块，打团零换四。完了，这局背番，对于气势来说太尴尬了呀。哎，这么看的话，不会要3-1吧？这把 EDG 被翻了，只因一波团。都能赢啊，我们就是玩翻盘，高难度翻盘，感觉就那波奇迹团打赢了翻盘。 Oh my god， 创造奇迹的队伍。哎，说句实话，这把还真得西维尔，不是这跟武活来有七八关系啊，妈中路四个人站一堆被开也是我的问题啊，雨了兄弟，只能说虽败犹荣。回头再看亚运野辅的状态回归，小奶油的起飞已经有了端倪，回头再剪的原因是这局战役实在经典，不容错过。最后大伙喜欢这种剪辑方式，3连关注一波呀。